老师拿的那什么针管呀？这么大的针管，他是把我们三个当猪打了。就是我的皮可没那么厚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要不我们躲起来吧，让老师找不到我们就打不到了。这个主意好。变成个什么呀？哎，有了，我变成个钟表挂在墙上，老师就找不到我了。变。我变成什么比较好呢？不能再变成空调了。哎，这里有个空位，我变成一个镜子。变。嘿嘿，这下老师找不到我了，我真是个大聪明呀。他们两个都藏好了，我怎么藏呀？哎，有了，我变成一个十字贴在墙上。我变。同学们，大针。玩躲猫猫啊？那我可要好好找一找了。在哪儿呢？嘿嘿，老师居然没看到我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大的针管，千万不要找到我呀！我藏这么高，老师这么低，应该看不见我吧？班里什么时候有个十字架？还是黄色的。完了完了，要被发现了呀！快给我下来！老师，这么快就发现我了呀？能不能商量一下，别给我打针呢？不行，每个人必须打。啊！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呀？你用脑筋想一想，有没有黄色的十字架呀？啊！疼，肚子好惨呀！哎，我这一紧张，我怎么开始肚子疼了呀？天哪，天哪！感觉这一针要打在我的胳膊上，我的胳膊都该废了。不行，我要坚持住。其他两位同学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就不会出卖他们了。出卖他们？那我就自己找。什么声音？这里怎么会有一面镜子呢？出来！老师，是我。好啊，亚楠，还敢变成一面镜子，蒙混过关吗？老师，你听我解释。怎么那么疼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太疼了，打完一针，瞬间我肚子疼了。就应该打针，小西呢？我不知道。不说，他们两个居然都被找到了！保佑保佑保佑！老师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小西藏哪儿去了呢？这小西藏哪儿去了呢？啊！哎呀！扎到了！哎呀，手都给我举疼了！有人有一只